今天吃泡面啊？对，泡面。最近抖音商场秒杀频道，搞年货节活动，这方便面5包4.5元，卷纸10包6.9元，算下来都是几毛钱一包。现在新人下单还能立减5元，直接点击评论区链接，或者左滑进入抖音商城，点击秒杀频道，吃的用的都是几块钱包邮。没有菜吗？光吃泡面也不行啊。这不还是炒泡面吗？这不菜吗？看，红烧肉，看，酸菜，这不菜吗？